地心，万物能量之源，存在于地下世界各处，是各大恶魔家族称霸地下世界的根本。通过它，可以操控水火风雷土光暗七种元素之力。然而，生不逢时的你，恶魔族的小王子，遭遇了父亲过世，家族衰败，地心之力将要枯竭的命运。同时，地上各族，包括其他恶魔族，对你的家族宝藏虎视眈眈。小主人，兽人在城门口叫阵好久。Lilith， 你听。哎呀，别担心，小主。哼，真蠢，立即安排。安排好了，上吧，土元素。那都是兽人的。好，怎么一下子出来五？金币召唤会随机召唤，那我应该选哪个好？我看这个二级风元素就不错。还有不少金币，要不召唤在这试试。不对，备战阶段连续。哎，算了算了。刚刚缴获的这亮闪闪的水晶有什么用？这是召唤水晶。还有这种好事？先别太激动。是哦，你这次召唤，召唤出相同。好，来。是啊，一次只要500金。说得这么好听，那移动，移动也可以改变敌人的移动路径，但现在光元素贵。照这么说的话，是这样的。太多了，我要都帮你记录下来了。小主人可以选择，也可以通过途径。嘿嘿，这么体贴啊。回来。是啊。然而现在兽人小主。
新的力量竟然，我感觉小主人，我看看莉莉丝是。